不想当金老，我不想让你变成老小孩。为什么呀？你去世了都。我跟你说啊，每个人都会老，妈妈也会老啊，爸爸也会老啊，奶奶也会老呀，爷爷也会老。对，然后每个人呢都会有去世那一天，老了都会去世的，这是必然的。那人生命有限呢，谁能一辈活一辈子呀？一辈子还不老呗？对呀，没有人不一辈子，我们只能说，多锻炼身体，吃健康的东西，然后呢？你多锻炼身体，别让你老。哎呀，妈妈，妈妈尽量多陪你几天，好不好？多陪你一点时间。彤彤。我们呢有时间就在一起开开心心的，然后呢如果你不希望大家老的话，想多跟大家在一起的话，不希望大家死的话，你就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天就可以了。这样呢，那个爸妈不在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后悔，知道吗？那会后悔。那你不会后悔，爸爸妈妈还现在还很年轻，不会那么快死掉的。长很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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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候，你懂事的时候，啊，很懂很懂事的时候，那时候可能爸妈去世的时候，可能你已经老了一点。就像 你肯定像爷爷奶奶那么老啊。老爸就看着我。爸妈可像太姥爷那么大。爸妈珍惜和你在每一天，你也珍惜和爸妈在一起每一天，好不好？你都叫姑爷。妈被你感动了呗。咱们在一起天天开开心心的，高高兴兴的，然后每一天我们都过得很快乐。等爸妈老的时候啊，你也老了，咱们就不会啊有啊觉得后悔呀、啊，或者是会觉得没珍惜点那种感觉，那我们就会很值得。我老的时候干嘛？你老的时候，你有你的子女啊，在你身边孝顺你啊，和你陪你啊。你有你的孩子呀、啊。长大了，你也陪你的孩子，被感冒了，还有你孩子的孩子，对，那是我孩子长大了。对，人呢，只能活到一定的年纪，知道吗？到这个年纪呢，人就仅仅有长寿，能活一百多岁，那不可能，大多数人基本不可能，大多数人就活八九十岁。那你们死了，我们就没有人管孩子了。教育孩子了，你教育孩子呀？你那我自己教育孩子也看不明白，也看不明白。我也生个双胞胎也看不明白。你还想生个双胞胎呀？那你的理想挺远大呀。也看不明白。妈跟你说呀，等你长大了，那妈妈爸爸能不能看明白你？等你长大了，你也能看明白你的孩子了。妈妈爸爸现在呀，咱们呀，你先不用想那么远。妈妈跟你说，爸爸妈妈现在还年轻，爸爸妈妈现在呀，尽量多时间陪你，然后呢咱们一起创造在一起的美好的回忆。等有然后没事多录一些录像，将来有一天呢，等爸爸妈妈没有的时候，你看看这些录像啊，你就回忆妈妈就行。爸爸妈妈都能在一起开心，每天就是必须的，好不好？
办呢？给妈妈翻东西去。嗯，还干嘛呢？给妈妈洗衣服。哎呀，好宝宝，还干嘛？给妈妈喂饭。还给妈妈喂饭呢。还给妈妈做饭。嗯。还给妈妈洗衣服。哎呀。还给妈妈洗裤子。嗯。还给妈妈洗袜子。那你领不领妈妈出去玩啊？领。还给妈妈吃东西。嗯。还给妈妈洗脚、洗澡。哎呦，你真好。那你都给妈妈吃什么呀？不给妈妈。你都给妈妈吃什么呀？等妈妈老的时候，给你吃苹果、梨，嗯，草莓，嗯，粉粉香蕉，哦，还有丰盛的奶酪，嗯，还有丰盛的呀羊汤，嗯，里面还有肉给你吃。你想不想吃呀？老的时候想。那我喂你吃。嗯，真好。